就是卖国贼嘛，对不对啊？你说我不知道卖过贼，怎么对得起我父母？怎么对得起我老婆？是不是？那是。想一下。就是卖过贼。做卖过贼，情何以堪呢？哎，那个什么，那个什么黄仁明那个地方，你是不是要去？我不去。你怎么不去？叫我干嘛要去？叫你呢，他说了，他叫你呢。我怎么不听说呢？哼哼，我怎么听说了呢？